可能稍微上一点年纪的大家都清楚，我们都熟悉一个说法，叫做企业办社会，钢厂养猪的， IT 企业开出租车的，化工厂办幼儿园，这种情况都很多。先来问一下台上的各位吧，你们所在的各自的企业之前做过的跟主业最没关系的都是什么？企业办社会是国企可能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，过去一众呢也有，从学校、医院、公安、保卫，甚至我们当时还有机场、渔场、农场等等。但是这些呢，我们在2007年就已经全部剥离，交给地方政府。所以现在呢，基本上我们是轻装上阵。您说的机场是养鸡场还是飞机场？养鸡场，我们职工会分鸡蛋。我们企业是58年建的厂，这个困难的时候资不抵债了。那个时候呢，真的是什么都有，除了没有火葬场，基本上都全了。那个时候有一个叫进了企业门就是国家人，从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技校、大学、医院，全有了，那就没有的。所以说那个时候真的是包袱非常非常的重。那么我们是在2006年就把这些全部都剥离掉了。那么现在主业整体上的是 AGH。刚才几位讲的，在我们这也都存在过，托儿所啊、学校啊、医院呐、还办过这个，出租车公司、饭店。那么经过几轮的改革调整嘛，现在这个企业，把基本上所有的力量，都聚焦到给这个百姓，提供健康产品上来。